你为什么不检查检查？你为什么要离开你的乐器？你他妈你死人是不是？我难道不能上厕所，不能吃饭？你要我抱着个大锅，老是跑来跑去是不是？我管你怎么弄，你根本没有责任感。我他妈真倒了霉了，跟你这个王八蛋杠在一起！你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嘛？阿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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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亮
真是一点心也没有，一下子给了我这么多钱，叫我往哪儿藏啊？害得我连门都不敢出，整天呐就守着这些个钱，哎呀，累都累死我了。你那个朋友啊，还真不错，连水都不肯喝一杯，害得人家大老远跑一趟。哎，这个年头啊，能交到这样的朋友还真不容易啊。 你以后可要好好对待人家哟。我看我是个注定要失败的人。你不要这样说嘛。
也是刚签了合同，我们就准备到野柳去狂欢两天，谁知道路上出了车祸，阿丽大鹏当场死了，将你的手背也摔断了，只有我是好好的，我真恨不得跟他们去了。有一阵子我根本活不下去，后来我发了狠心，我非再弄个合唱团，我就不信老天又能夺了去。以后日子还长，我们有的是机会，重新再来过吗？小梅，总要想办法活下去是吧？老文也走了，我们这样下去只有越弄越糗，还不如各奔前程，以后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回来。方志伟，我走了。啊，老温，
你烦不烦？林，哎哎，算了算了。哎呀，哼，哎，我去跟我姑妈借钱，一定没有问题。她最喜欢我了。不行，万一她拉住你不让你回来怎么办？哎，不会的，我知道她。哎，那套股可以分期付款，只要先借4000块就行了。我现在就去。哎，嗯，我不放心。哎呀，傻子，不会有事的了。那我跟你去。好吧。哼，志伟真有办法，每一个人啊都会死心塌地的跟他。他就是有股劲儿，不止让女人着迷啊，连男人都会被他迷上。哎，妈的，欲罢不能。我倒觉得他像磁铁，跟他在一起令人身心愉快，又有被他盛气凌人的气势压迫欺负的感觉。要是离开了他，活得又索然无味，没办法。姑妈，姑妈，哎，小梅，姑妈，小梅呀、啊，嗯，你这孩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真是，怎么那么糊涂呢？姑妈，我是来跟你借钱的。我们合唱团的鼓啊，被人家破坏了，我需要4000块钱。哎，没有问题。哎，你怎么不声不响就走了呢？哎，把你妈给急坏了。有什么好急的？我都这么大了。话不是这么说呀，做父母的嘛。那谢谢姑妈，我会还你的啊。哎呀，别说傻话了，你表妹呀、啊、一直想着你呢，她就在隔壁，我打电话叫她回来啊。喂，哎呀，是我呀，我在家里。哎，是的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小梅在我家里，她现在正在我身边呢，你过来看看她嘛。啊，她很好啊，脸红红的，精神好着呢。啊，素贞在哭，哎呀，有什么好哭的嘛，都是她惯坏的。你放心，我就是拼了命啊，我也要把她留下来。啊，好好好。知道，嗯，嗯，好。哎，哎，不得了，他又走了。